阳光基金会由公益基金林宏玉教授代表的赞助，伊毋是呾赞助一年，伊一年都赞助咱个基金会真济个捐助，所有拢总无收入。阳光基金会伊是一个科技，而且咧有真济行动，伊不但是支持阮台湾传统个歌戏，而且咧伊个支持有足济机构吼弱势团体全部受惠。今仔日林教授身体无爽快，伊本人无来个遮，也毋过咧即个敬有小妹代表咱乐器个团体当无演员。林宏玉教授、阳光基金会李秀清的敬意，希望咱台下好一点。现在有一个叫，所以时间也真晚，我看大家都是在做阵，外面落雨，吼，希望咱有听有看的人，你若要坐公车，还是放在你开车，吼。我小心些，啊，如果嘛是好啦，如果来讲吼。